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 Benz 嘅专用车机，咁呢部系 GLA45， 咁呢个系佢原厂嘅，唔系佢车机嘅主页面啦，有导航，入翻去高德地图用嘅，然后有蓝牙音乐，咁啊蓝牙耳，唔系呢个系普通音乐嚟嘅啫，用紧系内置储存嘅。咁有得揀翻 USB 跟翻，因為冇插 USB， 所以就冇 USB 顯示嘅。然後到通話，通話即係藍牙嘅意思。咁個客就已經連咗藍牙噶啦，所以已經係有配對。咁去埋藍牙音樂嗰度咧，去翻呢度就可以手機播嘅歌，佢就跟翻播俾你。去到車輛資訊，即係原車資訊啦。咁啊出翻個原車舊底車機嘅樣俾你嘅，咁啊就可以用翻佢嘅中控台。你控制翻佢上面嘅所有嘢。好啦，跟住咧，然后呢部车机系有跟到 CarPlay 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呢部车咧，又跟翻个原厂后波嘅。好，咁啊，呢个就系佢架车嘅原厂后波嘅画质。好啦。